咁就咩啫？大亂鬥啊！咁啊，今日嚟收個新機啦嚇！咁啊，唔經唔覺只 game 都七周年啦，已經啊，完全估計唔到啊！咁啊，但係機嗰方面咧，基本上都冇乜驚喜啊，已經都係啲翻炒機啊！咁啊，又係撩高達啊，重武裝系統裝備型防衛型嘅五星撩。咁啊，之前冇記錯，撩高達一般都會配部沙達比或者 High 撩配部。夜鵪之外嘅咁啊，但系今年唔係配沙沙比，唔係配夜鵪啊，冇阿馬沙哥啦，係呢高達。跟住另外嗰部就係量子零零啊，啊 Full Saber， 跟住係台灣神版啊，啊呢完全唔意外啊，意料之內啊，啊之前佢冇記錯已經出過零零 Visa 嘅台灣神版啊！嗰陣時我都已經估佢所有零零系列嘅機體全部都可以翻炒一次，全部可以出個台灣神版出嚟啊！命運又可以出個光翼版啊！佢之前已經出過啦，啊已經出過啦啊！即係一個換咗一個形態咁樣當一部新機啊！咁誒唔意外啊，唔意外啊！台灣神版啊，真係俾佢依家出咗啦！啊、即如无意外咁，应该八周年可以出部量子 ELS 啊 ，ELS 嘅台湾神版咯、啊。因为 ELS 已经出咗五星啦、啊，但系仲未出台湾神版啊。啊，可能等八周年啦吓，唔、啊、知佢啦。啊，咁啊，今集就嚟啊，抽呢部啊。啊，我想抽呢部，因为呢高达已经太多啦。啊，之前已经抽得太多啊，佢好似唔知上年嗰部双翼撩啊，系咯。即系两排火炮嗰部啊，双次撞火炮嗰部我有中咗啊，同埋即系如果两部相比嘅话，呢部型好多系咪先？台湾神啊 ，Full Saber 啊，呢部撩啊，感觉上冇咁型，唔系太中意啊，重装备版啊，如果佢出 High 撩会好啲嘅，出 High 撩系啦。抽呢个啊，咁啊隔咗好长一段时间冇抽新机，所以啲石一下子储啊唔少啊，啊储二千粒石啊，相信二千粒石点都中到一部嘅我谂，啊加上依家佢抽机嗰度又抵喎，八十石就可以抽一转，以前只有100石嘅，系咯，啊呢只 game 即系老实讲，良心过《Dokkan Battle》嘅，良心过《爆裂激战》嗰边啊，即系个机率啊，佢机率系二喎，《爆裂激战》啊，系跑未完啊，已经有部五星啦。啊，风铃，你新嗰套装喎、啊，米拉苏尔制飞行单元装备啊，之前出风铃嗰阵时候我都冇抽。嗯，唔系话特别想，即系兴趣唔系话特别大，唔系特别想要。跟住等下等下，咦，好似都差唔多七周年喎，咁啊，索性喺忍埋手啦，等埋个七周年算啦。一次我留晒石等七周年，我有一部啊，啊，撩高达 N 零格斯哦，交换嗰部撩，系啦 ，BWS 装。都好啊！呢部之前冇中，好似之前想抽唔到啊！中翻啊又可以，系啦，诶、啊，同龙珠相比啊，良心几多啲机率？你龙珠嗰边咩千几石，差唔多两千石，都中唔到。喺度头两转已经有两部新嘅五星机。仲要有一部系唔算旧机啊，撩高达已经开始旧，但系部风铃都仲系新，好似都仲系几好抽，我见竞技场都有人用。哇！呢转有少少，哇！呢转好服，都系啲一两星。系咯，得一两星，紧要大把石，大把存货。两千石几又似系，大不了 all in 啊，反正周年系咪先？
哇，好似得翻啲四星啊！卡，我成日有冇保底啊？之前好似话有保底，唔知第几转会保中嘅，印象中冇记错。周年机唔知会唔会保底？我记得佢之前啲机好似唔知抽到十几转嗰阵时会保底必中啊，好似。好似啊，摇机，诶，等先，出去睇睇先。或者可能佢唔系保必中，佢系保保，等先，应该系保中翻啲，即系旧机，唔未必系大奖个保。系啦，十一年四星或以上一机保证。是啦，佢唔係保咩，佢保四星或以上嘅。十一年七十五十三十十五七十。第二十转就 100%。 好啦。啊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关什么啊，蓝色蓝色蓝色，哎，有又有部五星啦，有啦有啦，嗱嗱已经有啦，嗱啊啊啊，同龙珠相比啊啊啊，即系我谂我可以抽到佢上埋六星添啊，话唔定啊，仲有千六粒石剩啦，用咗四百粒石啫嘛，都系啊，咁四百粒石啊，搞掂啦啊！跟住睇先，可以攞埋啲奖励喎，设计图两倍，搏下部溜咯吓，啊搏埋部溜啦吓，千几粒，哇唔定有机会中埋部溜添啊，两部中晒，两部七周年新机，即系如果。如果一千石之前中到的话，可以再抽下部《逃亡神》啦，有冇机会抽埋上五星或者六星之类的？中唔到白酒，反正呢部溜真系唔系话特别想要啊，唔够型，同埋真系太多啊！溜高达已经，我之前已经中得太多啊，啲 high 溜啊，溜高达嗰啲2.0、3.0版本嗰啲。多到已經有啲唔想要啊！啊，頭先又中翻部交替版嗰部溜啊，溜同靈格斯交替版啊，重裝溜真係啊，防衛型啊，不過防衛型都好嘅，防衛型都可以換一部師傅佢，換一部 Master Gundam。或者可以用嚟打塔都好，多啲机。蓝色，蓝色，诶，有啦，巴巴托斯，哦，古新交替型嗰部，啊都好，之前冇抽冇中，中翻又系中翻啲旧机，起码冇重复啊，中翻啲冇中过啊，起码。唔系好似爆裂激战咁，彩星都系咁塞俾你。嗯，换啲部好似冇头先嗰部咁正喎，机率。唐安神嗰个好似正啲喎。都是四星，再几啦？仲有三百粒，啊，嗰294俾埋嗰300石佢啦，我又唔系好想 all in 佢，老实讲，因为佢依家系 VOL 2
嘅，應該仲有 VOL3 啊，留翻1000粒石等 VOL3 之類，係咯。以往佢周年都會出幾彈噶嘛，唔會淨係得嗰一兩彈，都已經去到7周年啦，應該至少都有3彈吧，係咯。留翻1000粒石，可能下一彈有啲。更加想要的機都不出奇，可能下一彈又有神高大或者東方不敗或者有新的 DX 那些我更加想要。哎哎，似有了個背影，哎，很好啊，中埋了，得，哎，搞定，收工。啊，仲有千一粒石啊，用了不夠一半啊，跟住之後啊，等第二彈啦，係咯。啊，唔系，等佢第三啊，系咯，啊，佢部溜系 VOL1 啊嘛，啊，跟住，量子00系 VOL2 啊嘛，咁理论上应该就有 VOL3 同4，冇理由只出两部咁少嘅，系咪先？啊，因为以前啲周年佢嗰阵时都起码出几部嘅，啊，起码出两三弹嘅。佢呢个系第一弹，即系当系第一次嘅第一弹嗰两部咯，啊，当系再等下啦，等三四啦，出咩咯？周年我谂应该都系嗰几部啦，系人气最高嗰几部啊，冇走鸡噶啦，啊，不外乎系自由、突击自由、撩啊、阿玲玲，系呢几个系列噶啦，最高人气啊，哦，可能有机会出 W 咯，啊，或者应该有机会出 W 嘅，巴巴托斯咯，啊，巴巴托斯啊，同埋呢期水星 hit 啊嘛，话唔定会出多部水星风铃都唔出奇嘅。但系呢个就唔敢讲啊，始终啱啱出完冇耐啊，风铃出咗两部已经系咯，唔知道会唔会直接出个最尾形态咧，即系两部合埋打最尾嗰华嗰个形态，合埋啲浮游炮嗰部啊，佢应该食住个细出嗰部，如果系嘅话啊，唔知啊，冇留意啲情报啊，冇留意啲情报，再等下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今集啊，聊聊先啦吓，跟住我自己抽埋啲刮刮乐，搞埋啲换礼嗰啲嘢，佢系啦，咁啊，咁啦吓，See you啊！